讲有一个工程师真优秀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能力嘛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讲哇，你真优秀呢，真甲娱乐，吼、哦，有一天伊的女儿生日，啊，咱拢知影。囡仔就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嘛，啊，所以女儿生日的时阵，伊就讲，哎，伊买一个蛋糕，要去带女儿来庆生。啊，所以就开车去到蛋糕店的吼，买一个蛋糕。即嘛买一个蛋糕出来时阵，看到伊的车，哇，妈，伊用拖去啦。啊，为什么伊用拖去？因为伊停的所在就是会使停车，可是无甲标志啦吼，标志讲这里是停车。啊！伊唔知影，伊个天命，结果拖车公司就甲拖去。啊，拖去啊！伊伫遐想，哎，我是要先倒来吼，甲阮女儿庆生，啊是吼，先来拖车公司吼，把车开倒来。想想也是讲好啦，我先来拖车公司遐，把这台车开倒。结果去到拖车公司遐，甲拖车公司的人讲了真久啦吼，结果得到的答案不是伊爱。所以呢，